谢谢你对明明的照顾，我好像不那么担心他了。你们姐妹俩开心，对于我来讲真的很重要。起风了，你瘦了，记得按时吃饭，别一个人随便将就。 我知道了，你也要按时吃药。啊，对了，咪咪过年的时候有个年假，要不然我们去海边度假吧。她好久都没有休息了，正好可以放松一下。嗯，回去吧。嗯，我走了。赵老师再见。 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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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雅西姐非常开心这段时间能够和大家一起工作，所以呢，为表感谢，想春节的时候请大家一起去海南玩，吃住行雅西姐全包，而且还是五星级酒店呢，带家属也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想要去的呢，可以来我这里报名，我登记一下，怎么样？大家感兴趣吗？我不是吧？感兴趣吗？我们公司福利也太好了吧？不是公司福利，是雅西姐私人请客。哎，小莹，你要去啊？我倒是想去，可过年得回家陪爸妈呀。谢谢啦。哦，哎，牛哥，你要不要去啊？不行啊，我得去我老婆那头过年。去年她来的我家，我要是说不去，她非得跟我闹离婚。哦，好。这边好了。哎哎，大家都别不好意思啊，这么好的福利，千万别客气啊。去嘛。机器别碰了。哎，雅西姐，要不我把我们家那一百多父老乡亲拉过去给你捧场，怎么样？哎，求求你家不是还两百多了吗？啊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你可以。哎，走。看什么样？你还感兴趣了是吧？是你的。整天摆张臭脸，也不知给谁看呢。哎呀呀，算了，你看人夏米米 ，IQ EQ 比他高好几倍呢。我看啊，他纷纷被秒杀。有钱就了不起吗？也不知安的什么心。哎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看他后面那跟屁虫，一天一口。哎，雅西姐，雅西姐叫的比亲妈还亲呢。咱们别理他，你今天别跟着我记着。哎，可是雅西，可是什么呀？我让你不要跟着我。雅西姐，还是我开车送你回去吧。沈哥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会骂死我的。你没听见刚刚人家叫你什么吗？人家叫你跟屁虫啊。雅西姐，我不在乎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脸皮这么厚到底是为了什么。雅西姐，你是我老板，要付给我这么多工钱，我应该在你身边好好干活的嘛。他们那些人想说什么，我才不管呢。那你的老板现在很烦，你的老板命令你立刻马上从我面前消失，不然你明天不要来了，好不好？雅西姐。
是说忙吗？怎么还来接我？接你再忙也得来啊。忙什么呢？忙着跟张耀黑人做海鲜生意，趁着节假日又可以大赚一笔。哎，我可是有提成的。你能帮什么忙？忙着帮开店啊？我做数据分析可是一流，经过我的数据分析，准确找到客户，投放广告链接，生意好到不行。张耀对我特别佩服。哦。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刚刚这个袋子差点就传上了。你成天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脑子里面想的事情太多了？和他像你这么婆婆妈妈的，很难找到女朋友的，知道吗？哈，你别看不起我啊！我哪敢，高材生。听说你这次托福又考了满分，也太可怕了吧！读书这种事情啊，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。那你觉得什么事儿最难？我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嗯。我喜欢一个女生很久了，真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，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最难。什么样的女孩？不好说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温柔的还是凶悍的？不好说。我就想努力挣钱。给他换部新的手机，加油！加油！等等我，快来吃饭，快来，别收了。妈妈，这是送给你和爸爸的。下次不要再乱花钱了，我跟你爸什么都不缺，哈。哎呀，女儿送给你礼物，你收下不就得了？落落嗦嗦的，那这是给你的，打开看看。啊，哎呦，你看，那女儿就是跟妈妈贴心。我本来就打算过两天一人去买一套呢，这下好了，不用买了。谢谢女儿。好了好了，坐下吃饭吧，菜都快凉了。哎呀，李尔真是长大了，越大越懂事儿了。那是，你不看是谁家的孩子是吧，女儿？我的孩子遗传了我的优点。都说女儿像父亲的多。臭美吧你，李儿，你这次回来可是瘦了，是在上海太辛苦了吗？这你就不懂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以瘦为美，个个瘦得跟柴火似的，哪儿美啊？不准节食啊，好好吃饭，知道吗？来，多吃点。啊，对了，这个鱼啊是今天由他送来的，送了好多条，我都搁冰箱了。他非说是有一个什么，他的同学是做海鲜生意的。今天拿了好多条，这哪吃得完呢？明天要不给老张拿两条去。嗯，行。嗯。嗯。赵老师，打扰您了吗？太难得了，来，边边坐。要喝点什么吗？这个给你。这好像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你的礼物。这不算礼物。原来你也知道关心人。一直都是你照顾我和敏敏，现在我们是大人了，也应该学会关心人了。谢谢。我还要去趟画廊，我先走。我开车送你。哦，不用，很近，就在附近。你的这些话很抢手，我是好不容易才收回来的。赵老师要是喜欢，下次我画好了直接给你送过来。这话我爱听。家里面的书房的一面墙还空着，不如我们下次去海边的时候，你专心画给我。好。
也为你高兴啊。 好巧，嗯，我听说他说你回来了，但最近很忙，都没空去找你。我知道你们都很忙，确实有点忙。路过天中，顺便给老师们送点海鲜。啊，对了，你让由他送来的海鲜，我妈妈收到了，她很开心。阿姨要是吃着好吃。 随时说，我随时走。挺佑他说，你明年要来北京实习了。林需要帮手，他一直劝我来着。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我还没想好。好，不着急，慢慢想。反正有时间。 黄昏的海边真美，可是我更喜欢晚上来这里，因为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。以前我听人说，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他自己的星星，指引着他前行的方向。现在。 我好像找到了那颗星星。我是个粗人，我们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文艺啊？好吧，张漾，其实有段时间我特别讨厌你。 可是，心里的这么多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你并没有那么讨厌。我在你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东西，你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。你的话说完了？嗯。那现在该轮到我说了。你在哪里呀？饭菜都快凉了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 我妈催我了。哦，那我送你回家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又不是不认得路。那你带路。啊。
这个这两天发货辛苦你了，多吃点虾。嗯，样子做的饭特别好吃啊，我在北京要是没有它，绝对都饿死了，真的。哎呦，啊，你就别贫嘴了，好好向人家大学生学着点儿，别老气嘛。<笑>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，嗯，这批货发出去能挣多少钱？反正比我们开小店赚得多多了。现在这新鲜玩意儿真多。 我就有点接受不过来了。是是是是，爸，你就别管了，安心享福吧。是。这虾呀，精华都在这里边，得这么着包才能吃得着。来，我给你包一个，你尝一尝。来，你尝尝。啊，谢谢谢谢。<笑>不用客气，我来帮你包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没关系，我呀手快，包习惯了。来。 你呀，就尽管吃。哎，这是三鲜纸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啊，儿子啊。哎呀，妈还是那句老话啊，你明年要是一个人回来的话，你呀就别回来了啊。哎呀，你别操心了，说不定明年黑人给你报个孙子回来呢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儿子。啊，你谈恋爱了？哎呦，快快快快快！ 让妈看看照片。没有，就会让你别听张扬瞎扯啊，这真没有。呀，你也得抓紧啊。爸，我大学还没毕业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来，儿子，抓紧啊。来来来，啊，咱们干一个。来，为你们俩早日找到好媳妇儿啊。干一个。来，干杯。干杯。 凉，凉，站了半天不理我。我在听歌，没听见。明年我打算申请国外的学校了。我的导师建议我留学。以你的成绩，还不是想去哪念书就去哪念书。 你和徐艺真的分手了？嗯。太好了，不是，你别太难过。我不难过。其实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吧，我还挺担心的。我看着你，总觉得怎么说呢，有一种很委屈的样子。 我妈说过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开心。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流星吗？怎么了？难道你的愿望实现了？没有。我想可能永远也没法实现了。以前。 我不明白巴拉说的那句话：“爱对了是爱情，爱错了是青春。”现在我明白了，但是我的青春也结束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这么悲观嘛，你还年轻，青春还长呢。你原来不是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的吗？ 叫“青春如花飞扬”，现在想起来好 low 啊！你怎么还记得？校刊我都保留的。等你以后出了名，成了著名作家，我再找你签名。对了。 你喜欢的那个女孩，知道你喜欢她吗？不知道。你要加油啊，有她。嗯。
加油。进。还在忙呢。爸忙就好了，你先坐。没事，先忙。没事，忙完了。燕儿，你现在这状态啊非常好，爸爸非常开心。徐瑞阳近来酒喝得厉害，前两天我看他喝醉了，倒在路边，我过去扶他。我真是担心他的身体是个问题。燕儿，我在想，要不要告诉他，你也是他儿子？爸。别告诉他了吧，有些事情他不知道比知道更好。也是。哦，许毅回来了吗？我问过王超了，他应该在回来路上。燕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。燕儿，不是爸爸说你，你现在其他方面都好，就是有时候感觉心事重重的。我正在努力，努力面对过去和明天。燕儿，你想不想听爸爸的故事？当年，我和瑞阳都喜欢你妈妈，但是因为家里穷，从来不敢想对你妈表白的事儿。后来，瑞阳跟你妈走到了一起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妈为了瑞阳受伤、流泪，除了在身边陪她。其他的我什么也做不了。我何尝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呢？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我勇敢一些，结果肯定不是现在这样。你有没有后悔过替他们养大我？没有。从来没有，谁都没错，这就是命。他没让我觉得可悲，反而赐给了我最好的东西。儿子，能有你，是爸爸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这是咱们父子的缘分，跟血缘没有任何关系。爸爸真的很满足，很开心。
妈妈，菜。哎呦，谢谢宝贝，你快吃吧。好，都吃点。对了，我这次英文测验考了100分。哎呦，太棒了，棒极了，比你爸强。不如我，我经常那时候考100多分。你几门100多分吧？这么多忙，你干嘛？要不要再回来？妈妈给你碗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好不好？ 剪刀石头布，一样的。我回来了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呀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跟你说，大家等你这个大明星都等半天了啊！哎呦，妈妈，照顾照顾大家啊！哎呦，我这个宝贝闺女啊，真是气都不翻啊！说怎么回来晚了？这不敢通告我吗？没办法，大后天还得去上海演出呢，就回来陪你们过年。 闺女，你不是说好回来待一周的吗？怎么又变卦了啊？不是的，叔叔，现在雅西姐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的，大家都在抢她的时间呢。哎呀，这回我们可看见真明星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姐姐快给我签个名吧，我最喜欢听你唱歌了。咦，像你明姐姐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呢？啊，来来来，小宝贝儿，到我这儿来啊。 有雅西姐姐的亲笔签名照，来，都送给您，这从小啊就讲脚，这改了名字，听着还真不太习惯呢。对了，姐姐，这次你带你的新专辑回来了吧？这样，你每人发一张，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啊。没带。哦，不是的，阿姨，我们这次走的太匆忙，下次回北京我亲自给您寄过来。啊，行，这个新专辑没什么好听的，等以后出了个人专辑再说吧。 啊，行，等他出了专辑再说啊。水果，哦，对，咱们这样吧，先拍照啊，来来来来，拍个合影，可以吗？来来来，妈，哎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我先上去休息了。哦，对的对的，先让雅西姐好好休息一下，要不明天大家不是要一起吃饭吗？哎，让她好好的美美的化好妆，然后呢，一定满足你们所有要求。 你说的对，现在这个明星啊不化妆都不合影，咱们自家人明天再说啊。好，明天再说吧。啊，先坐坐坐坐坐。不是让你订酒店吗？雅西姐，哎，你好不容易回家过年一趟，你要是再不住家里的话，也太不好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就这两天的事情，你要吃什么买什么，你告诉我。 我帮你去买去就行了。我要吃神户牛肉，这破店买得着吗？买得着吗？上哪儿买去？那是挺难的。哎，不过我听说你们家这边的海鲜特别好吃，哎，烦死了。雅西姐，你只是太累了，你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你赶紧下去把那帮人又打发走了，吵得头都疼。哦，你放心。 我一会儿就去，我带了好多你的签名照回来呢，一会儿一人一张，啊，你带人的，嗯，把他们打发走啊。哎，阿姨好。哎，你别坐我床啊！哎，我坐你床怎么了？啊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叫这么多人来干嘛？把我当猴子看呀？动物园看猴子还得收费呢。 你说的是什么鬼话？这帮亲戚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啊，都以你为骄傲。你说你这种态度，把你骂得脸往哪搁啊？我这大过年的，好不容易回来陪你们两天，就让我亲戚两天不行啊？这么多人吵得头都疼，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待着。你行，你狠啊！我看你连我舅妈都别要了，行吗？啊？阿姨，那个随他去吧，一会儿。 这样不太好吧？哎，你放心，你给我5分钟，我立马让阿姨就不想讲啊。你个孙子！
好久不见，走上车，跟我吃东西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开场了！你的，黑岩呢？他不爱看电影，回家了。啊，怎么不早说，浪费张票。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快点。瑞阳。瑞阳，雷德，救我！哎，瑞阳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就那么久？哎，他们两个不是仇人吗？留下来，或者我跟你走。喂，爸，你别着急，我先救回来，我有事得先走了。这，别紧张，放轻松。爸，怎么样？已经叫救护车了，还没到。大过年的，外面在下雨，车也没那么快到，打车也难，别耽误了，我们俩去医院吧。车怎么办？我陪他去医院吧。你快看这个，好搞笑！你看呀。等一下，停车！停车！你要干嘛？停车！发什么神经啊！我叫你停车，停车！徐帅，这里不能停车，等过了这个路口再说嘛。停车！停车干嘛？我们还要去厂子。停车！现在要他停车。打电话给徐毅了吗？我现在打。我来打。哎，徐毅，你爸生病了，快去医院。啊！医生，哎，医生。医生，病的情况怎么样？你是病人家属？是急性肝炎，再晚一点就不用送到医院来了，拖这么久才送过来是很危险的。你们平时对老人都不关心的吗？对不起，是我们的疏忽。另外营养要跟上，还有酒这个东西千万不能再碰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医生。谢谢。你们先走吧，这里我再找。你别让他一个人待着。你管的也太多了吧？那你说话也太过分了吧？要不是他管，你爸早就没命了。这是我的家务事，还请你们这些外人不要再掺和了。我谢谢你们。还有你，
别有事没事就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看到你就很烦，很讨厌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刘涛，好了，你说什么？别，快，我们走。不要说对不起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好。看你了。真的想知道，他最后说了什么？